想做网络红人，九巴教你呢四招。阿小姐啊，你影人唔代表你啱噶，你为人服务噶。你两个网上流传唔少喺巴士争执嘅片，食花生都食饱。九巴最近优自己一默，要极速上位其实唔难。第一招，截车神手。你行开啦，阻住晒成班人。系啊，唔合理咯。第二招，长期站长。咩事啊？第三招，魅力四射。即系唔好话我整亲你咯，你话我点亲你咁好啊？你边有可能咁样坐噶？坐个边都系。第四招，力的表现。网民大赞九巴用创意方法教乘客守规矩，不过都有人苦笑，话呢啲人好多根本唔会上 Facebook， 喺巴士播埋就最实际啦。